由唐嫣、罗晋、吴建豪等主演的古装传奇剧《锦绣未央》即将于11月11日开播。该剧由李慧珠执导，讲述了唐嫣饰演的北国公主馨儿在遭遇命运变故后，阴差阳错成为了北魏尚书府的庶女李未央浴火重生，回到尚书府与仇敌斗智斗勇的故事。看过唐嫣之前剧目的观众大多了解，从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到《下家三千金》，再到今年热播的《何以笙箫默》《克拉恋人》，唐嫣演的大多是甜美、单纯、善良的角色，而《锦绣未央》是唐嫣首度颠覆尝试霸气的御姐形象。她第一次头戴凤冠，身披朝服，成为一国之母，进而又身为身背天下的太后，是一个经历过涅槃重生，凭着自己的大智慧，步步为营走到最后的大女人。对唐嫣来说，李未央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角色。